黑龙江省一周来发生至少两起大型矿工游行示威行动。继周一七台河市数千矿工围堵市委讨薪遭抓打事件后，周三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的上万退休工人再掀大型抗争活动，将全市主要道路阻断，抗议公司克扣退休金、拖欠取暖费，大批警察站成人墙在附近戒备。游行目击者王女士告诉本台，鹤岗市一跨和二跨桥都被工人们占满了，导致全市交通大瘫痪。见到这个游行的场景吗？见到咋的，反正就看有不少人，就是想要工资要取暖费，主要就是堵路了呗。现在煤矿煤卖不出去，老百姓那能知道吗？据了解，龙煤集团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，同时也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煤炭企业。龙煤集团在职员工超过了20万，其生产经营直接关系到当地的财政收入。但据媒体报道，该集团自2013年起连续2年亏损数十亿元。有工人在网络上发布消息称，尽管2年亏损，但龙煤集团仍有不少人浮于事的现象。好多工人每天刷卡没活干，却照领工资。矿上有的部门只有5个工人，却有20多个领导。另一工人垂钓爱好者感叹道，鹤岗压了4个月工资，2年取暖费，而且从1月份开始地面工资每月不足1000元，天哪，怎么活呀。龙煤集团下属热电厂的一名职工家属陈先生周五告诉本台，就是欠工人工资吧，有退休工人，有那矿工讨工钱，这才好像闹2-3天了吧，七台河不也闹了吗？现在省里黑龙江省一直到北京吗？不知道吗？有的事儿他得上级答复。陈先生告诉记者，七台河市的矿工自本周一开始连续2天举行罢工，围堵市委，阻断交通，当局派出警察镇压，多人被殴打，20余人被抓捕。本台记者就此致电黑龙江煤矿鹤岗分公司及矿务局，但显示电话线路故障。记者又致电鹤岗市政府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但电话均无人接听。记者转而拨打工农区政府的电话，一名值班人员表示，现在我们这边吧，已经正在统计这些事儿，都没统计完，现在究竟怎么说还也没说明白呢，现在也没有太具体的说法。我是区政府，只是先把这个事儿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。记者又向煤炭工业局查询，一名值班人员称，我们喇楞关的龙煤集团呢，我们是管地方小矿的、大矿的、国有矿，我们喇楞插上手啊。小矿欠工资行，你说向我反映，我们会接到举报，会去处理。大矿我们喇楞管，人家不管我们就不错了。记者在网络上了解到，关于龙煤集团领导涉嫌贪污腐败的消息早在工人中流传，多年来工人们发布了许多质疑的网帖，但均被删除。一则被广泛转发的十问龙煤的帖子中问道，煤炭市场黄金10年，4大局的效益哪儿去了？工人工资没涨，福利待遇没涨，龙煤上市1波3折，折腾了这么些年，花了多少钱，都花到哪儿去了？煤炭紧俏时你们把销售权收走，现在滞销了，要把销售权下放，还50%，稳定的客户你们留着，好销的产品你们包销，开拓市场让我们去，你还给定个高于市场的价格，谁能销售出去？煤炭款的沉欠是谁造成的？是谁把煤炭赊销出去的？现在让我们自己去清欠，取暖费2-3年的不给，可你们龙煤凭什么1年都不压？效益不好压工资我们能理解，可凭什么你们龙煤的工资不压？住房公积金是每个工人都应享受的福利，为什么在同一个企业你们龙煤的公积金要比4局的高出1倍还多？我们的工人拿着你们采购来的高出市场价的材料，挣着低于社会平均工资的低薪，生产着销售不出去的产品，最后还得担着企业亏损的责任。减员下岗，煤炭工人跪在千米井下，一锹一镐刨出了4大煤城，用血汗养育了你们，现在他们老了没用了，你们还要榨干他们最后的价值，推出门外。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辛林的采访报道。